大家晚上好，哎，这里是苹果干，苹果干。现在呢，来，我先吃一个给大家看看啊。真的，苹果干，啊，含一下，再嚼，苹果的香味就出来了，酸酸甜甜。嗯，这是一种吃法。然后再来就是这样子，嗷嗷嗷嗷嗷。好，掉下去了，嗷嗷，好了，们，再来一个玫瑰花，也是烘干的，嗷嗷，这样就变成玫瑰、苹果、干茶。好了，热水，小滚滚的，很烫的哦。哦，好，我们坐等它，苹果干会变成怎么样呢？OK. You are the sunrise. I'll be your sunset. You in the moonlight. Wow, wow, wow. 大概浸泡了五分钟左右。有。Oh, get out of the way. 好，我们来看看果干泡一泡会变怎样呢？这个红色是玫瑰花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慢慢恢复原状了。谁？这样也不错，就嗯哼，两种吃法，选你选择了。啊，这个玫瑰花香，倍儿棒的。